的确，阿曼的克的克哥哥，那老师的确阿曼的克的克，所以们可能会想到哪个生词呢？一个里头的确，如比如来讲，你想到哪个生词？因为我说的是阿曼的克的克，有时候会想到什么生词？一个里头，一个里头不在哦。感谢我在。你在干嘛？的确，路比较远，你想到哪个生词？哎，我问你，你还没有回答我，在干嘛？哎，感谢我。对，我刚才那个，我按那个 limit，所以我出去，我再来啊。我说的确，曼德给的给故事是说。曼德给的给，我现在要找是的确，可是以前曼德给的给，我是用哪个生词？你不知道哦，阿莫黑，你知道吗？还有我没哎，来啊！你们没弄啊？一个你多路口了，你们路要点是路要点龙的，这种你不知道，我气死了！阿莫黑嘛嘞？真是来了，你真是。真是哦，真是也是可以的，就是说还有真的。哦，真的，真的，真的。而且真是哈、哦，所以老师你好，真的路嘛都那边呢，就是说的确人了，当然，所以老师的确路对面啊，没来呢，哎，老师咋说真的我路面好难没来呢？可是老师哈、哦，真的是一般是说老师那边都那不喏，的确呢，真的的差别哪里？就是说，真的是可以说法上面说的用的，speaking Jack 白马老师都拿。的确是一般是书面用的，书面就是说啥欧啥一大白嘛，懂吗？面的啥一大白，比如说你得写一个作文，或者是写一个语法的句子，或是说造句的，你来用真的或是正式，你也那边个，按马来写，你要用的确。那老师说那边面呢？的确有懂吗？真的有那么懂吗呢？maybe many be one then be two then be 或是 be one be two，你要学嘞，你不要滥用，就是真的，真是你要用的确，所以一路咱拍照，每一路得错拍照的确，好，那我们看一下，你说的的确是，你说的你表达，你表达哈，的确是，你表达哈嘎嘞。的确是，俺们得给个撇嘴嘴。我们应该，我说啊，对呢，把钱不算过，省下来，省下的白个把来说，说是漏的，出去打的。你应该把钱省下来，省下来，好、啊。老师也没人找哪里表嘞，发表嘞。你们要省钱哦，你们要省钱，你们不要花钱啊，你们要省钱，省钱意思是说不算过。Risk is low 的，不算我去打的。你们要省钱，你们不算去打呀没呢？所以你说的的确是我们应该把钱省下来啊。所以老师你们要省钱。好，第三个，我们自己想要煮东西吃，怎么样没耶？你为什么要省钱？说明你有没够没耶？你要你那怎么样没得吗？人家老师我说怎么样也没耶？你为什么？要省钱的，没人没人，好、啊，你为什么要省钱？你把路不省，吹大大的，吹大亚马来路，没看嘛？老师常说，我们自己想要主动去吃，我如果把大锅啥啥吃啥去呢？不想在外面买，比妈妈会进步，因为把路嘞，because of，我想要省钱。啊，不算过去打钱咯，刮点皮带啊没？第这要个，这本书的确是他的，这本书的确是他的。你是好把们得给我读一下皮带，别再说他们不要那种，他偷了你的书，读你是好哭的路，他们不要那种。比如说老师讲的，那手机我手机都我是要哭啊啦。
你都误会人家了，都没有停留到，所以这本书的确是他的。那老师一诺表这本书是这本书是真的是他的，这本书真的是他的。第三个这个读也好，真的能弄懂了不？那老师你们的确是他的啊，你们要会用的确。那老师拖偷偷一先拖里边吧嘞，哭的哭的。那老师还叫什么呢？比如啥个？哦，都还必须哭的。他会出东西，不要塞喏，你不是塞塞的，你不是那个要塞对啦，都必须哭着的喏。哎，这个别忘表了。所以我们怎么说呢？他会出东西，我不会出东西。还叫你读两个，奶奶，just make 撇的，奶奶，哎，不用了，没对啊撇的我，我不会出东西，我必须没哭的不，我不会出别人的东西，我不会出。别人的东西，我都比你别是有么可恶。好，那老师你嘛地址呢？别人弄么东西，那怎么又的岔路不路路东路呀嘞？我问一下，耶，我问，我不会出别人的东西弄么东西，别人弄么东西都的岔路，那怎么有东西呢？别人你呀吗？我不会偷其他的东西，其他路东了呀，其他弄啊人，其路。他人的东西。啊嘛，其他事情我都他妈那么多，其他说，business 嘛嘛 very business 的，别人嘛面的，别人还老面的面的，我们要面啊，其他哪懂呢？其他说了，老嘛 business，另一个了，不是这另一等个，我们，不是了，这好，把它改了，那汉诺埃。潘娟，你知道吗？我这里不想要别人，我想要比较高级一点、等级高一点的。某个了，老师的声音呀，百度哈某个了。？No，不是。好，孙亮亮呢？你知不知道？老师不想要别人。孙亮亮的。人家。对，good，我不会偷人家的东西，别人他那边面的啊，老师讲了吧，不是老师一直这个问呢，老师说，啊的，说啥讲那东瓜的其他好，老师说，哎呀，我就人嘛懂了，其他人说不要，老师懂来的，哎那个 business 嘛，老师 programming 那老师都被懂来的，这个人老师，那边那边老师，这边帮忙问我其他人。老师说那边密码旁边哪怕嘞？老师讲那了，面比完比读那边要面，其他人都不懂嘞，看没有怎么样犀利没？发表嘛嘞？没以前比完比读没起步了，没得五毛钱 interview 嘛，差不多抓撇不？没虽然是面比完啥地方给几表，比读啥地方给几表没？没用的用法是，没得其他人呢都会没有读啊表嘞没？面那边啊那么犀利不了？有里面，比如说老师讲那不是个东的，是个龙的。老师讲那也丢啥里面有亏了吧？所以老师讲那别人的人家嘛，老师心情别人啊不比那文内呢，人家啊不比那文面的不。那么老师就说，所以我不会偷别人的东西了。老师东西也是可以，可是老师觉得吼，那文内里的，所以老师再高等级高一点好不好？我不会偷人家的东西，人家就是别人的一样的意思的。哦，所以老师讲呢，觉得一直哎呀，考到 B 1了，我考到 B 2了，我考到 C 1了，你还是用了别人其他，没有 certificate 呢，没有亚人了嘛呢，没概念用，所以没有记得这个用法。所以老师呢，那个面那里，老师丢啥用的生词、用的语法都很重要的，你不要一直随便用哈。所以我不会偷人家的东西，如果是老师更喜欢，老师都很喜欢用人家。那边面啊，老师都不会，老师我其他的，老师其他是，人话我们懂啦。老师他说你嘛，说了，进老婆了说，啊，说来就是老婆哈。好，那老师你嘛讲到老师背，老师背，一弄老师对不对？老师背我这好特别，我给你们解释，因为老师哈，这个 A 就这样快结束了。老师背我，老师边边边边这边老师怕了，啊，老看下来看嘛懂啦，怕老看下来，我看下来看嘛懂啦。我说好，那。然后老师语法也表演吧，然后看下都背漏的路呗，那 grammar 方看下的路背漏的路，看下路呗背啊。
လူကပေးရရှိမှာရှိပြီလောက်တဲ့လူကပေးရနောက်မှာရှိပြီသူတို့ရဲ့နောက်မှာဘာလိုက်လဲ about လိုက်တယ် maybe စ adjective verb ဖြစ်ကောင်းဖြစ်နိုင်တယ် verb ဖြစ်ကံဖြစ်နိုင်တယ်ပုတ်ကွာတစ်ရောက်ယူ verb verb မရှိလို့မရဘူးယောက် verb နောက်တော့ဆိုလောက်စတဲ့ကြောင်းပြ我被老师打我被老师打ငါလောက်စိုးရိုက်တာခံရတယ်ပေါ့因为ငေါကခံရတဲ့လူဖြစ်တဲ့အတွက် वो ကခံလို့ वो ကရှေ့ထား被ကလောက်သူ被ကခံရအလုတ်ခံရတဲ့ခါတုံးတဲ့ condition လောက်တဲ့လူကလောက်စိုးကလောက်တာဒါကြောင့် वो 被老师 verb 就是打ရိုက်တယ်哦所以我被老师打ငါလောက်စိုးရိုက်တယ်မင်းအဲ့ဒါကို grammar မှားပြီးတော့老师被我打အဖန်905ကဘာဘယ်တော့မှအဝီစီးကနေတက်လာမှာမဟုတ်ဘူးဟောဆရာကိုမျက်ပြန်ရိုက်ချင်တာလောက်စွာငါရိုက်တာခံရတယ်ပေါ့ဟောလောက်စွာပေးဝတာဆိုရင်လောက်စွာငါရိုက်တာခံရတယ်ဟောအဲ့လိုကြောင်းသားဘယ်တော့မှအဝီစီးကထက်လာမှာမဟုတ်ဘူးငါလောက်စွာငါရိုက်တာခံရတယ်ဖြစ်သွားပြီဆိုတော့လောက်စွာမင်းရုံနဲ့ view ပါရဲ့ဆရာလောက်စွာကြောင်းသားရဲ့ဒီလောက်စွာစကားပြောအရန်စကားပြောရဲ့ဆိုတော့လောက်စွာမင်းကမှတ်ထားရမယ်ခံရတဲ့လူရှေ့မှာထားမယ်လောက်တဲ့လူကနောက်မှာထားမယ်ဆိုရင်ဟိုပေးလို့ဆိုတာနောက်ဆိုအမြဲတမ်းသုံးလို့ရှိတာလင်းစာငါခွေးကြိုက်ခံရတယ်怎么说我被小狗啊咬，来着了没？ခွေးကငါကြိုက်တာမဟုတ်ငါခွေးကြိုက်တာမဟုတ်ငါခွေးကြိုက်ခံရနော်အဲ့တော့哎，我被小狗咬，羊羊某羊，咬，我被狗咬咬。哦，亏了该的路老师让我们不要了，喏，我被狗咬，那亏该给他看下来，没有挨打过，狗被我咬死吧，别多少，亏呀，我该给他看下来，啊，你要亏该的，亏呀，你该的很多哈，所以老师这个也不要错，你要亏该的啦，我亏该的啦，亏呀，我该的啦，也要清楚一点，好不好？所以。我被狗咬后，哦，我被狗咬，牙亏该看牙的。啊，那老师，苏迪欧老师哈，苏迪欧老师，杨爱这边老师啊，改的。老师，我啥子呢？叫那条薄饼改呢？咬铅笔，咬笔，也是老师改的。没有没拍拍改改，没有没男朋友或者女朋友呢？哦，就是说什么气是搞不要没改的是还是咬呗？你那么改呢？老师不如不要了，你那么改呢？推理啊你，你那么改呢？洞房。你不要打我。你不要养我，你看我们概念就是动法哈。那老师哈，那个数列不？老师的讲法里说，别人数列路啊，数列哪张嘛？谁也路没标吧呢？谁也谁妈妈爸爸妈哦，骂人嘛嘞有一个态度，这个人需要不？骂了太严重了，还是谁的把赖多了不？喏，那老师一般是骂的这边啊，数列。那俺老师数了看下嘞。嘿，老师，我数了看下，不不咯，我老师数了看下，然后我你老师我看的呀，咱们写好不好？哦，妈妈表呢？好，表姐哦，难听看人，难听难人，我老师数了看下的，我被老师骂。我被老师骂啊，我老师数了看下的，好，那老师，我今天被老师骂，我今天老师数了看下的，老师得再加的时间太好，背吧。背包诶，这边老师啊，主播诶，对比大吧？喏，俺也主播也苦看了呀嘞，俺主播也苦看了呀嘞，切瑞啊，我的背包被偷走了。对，我的背包被偷走了，苦瓜嘞，看下嘞，被偷走了。我的背包被偷走了，阿婆，俺也 sorry，主播一个苦见看下嘞，好。那老师立马表情哪不喏？俺也一股度娘哭哇啦，看下的说的好哦。那老师 business 嘛，所以呢，那里 level 那啥第一家那表啊，第三 desk 不？所以说确实要表达，要说就是比较正确的，慢的不喏？老师这个 native speaker 家人嘛，对别人的人家哦，特别懂里面虚了，我飘不要懂来的，不都啊哭的说，飘不要发展来来的不喏？立马说这些嘞，都这弄么巴咯？苦看下了，是不？看下了，老到老的路，老师跳不动来的。但老师老的路跑不动那哈地嘛，阿个哈。我的背包被别人偷走了，或者说我的背包被人家偷走了。哎，这里面老师教他的路老的路特征，老师建议老师教他的叫有人家很帅的，没有人家很帅的，面老师其他路别人路劳动了，老师不建议，龙王俺们兵，马路拉不喏。
不是错，对的。首先，刚刚学生错，其他也是对的。老师，那是在你的那份的概念，我的什么学校分不牢过，学生比较面试考拿糖票，我的呀，我忘了，是卡。哎呀，那个老师看啥？这海天长得都有啥表来着？看嘛，东来的明天个面来看嘛，听起来很帅的，完美的。就是你都看啥？这没有路径了，瓜。第二啦，我表来是看 standard 课，平常也得课毕业出来看啥？这路径咯，龙王完全不建议用。那个别人其他哈，马路也路上标吧。好，那老师还有老师讲的台湾嘛哦，资讯科，还有什么什么啊，关于的电脑课什么类似的。如果你要选，你这个老师一定要知道的。内存也这边个 storage，方便吗？老师，memory storage 也嘛啦，SUI 机啦哈，mouse guard 嘛机啊，那都也是没别了，因为 mouse 那个 battery 够内了，哦。那个 storage，S-T-O-R-A-G，storage 在这边个了是吧？内存我靠嘞，升级在这边个吧来说，aggregate load 啊，哦，升级在这边个 aggregate load 啊，main 资讯科，main 就是说，哎，什么电脑科，什么科技科，UB main 这个什么 computer 那不得的，你内存的升级嘛，对，你不要去读那个科，没有用。如果你读也不知道，那是你没有能力了，你是在骗自己的。好，所以内存跟升级啊，老师，中分嘛，说老师 be do 嘛吧的，somewhere listening 嘛吧的，中分嘛，所以老师 be do listening 嘛吧的，我喏，也是老师啊，语法、造语法，陪着这老师，我叫挖路苗的下边老师等下，所以怎样看来，第六基金啊，陪着内存升级，问哇，不修了，我的妈，error 拉这里，问哇，咱们得服了。怎么样？那么一台连上来读。哦，你来不是？你拽着咋了？你阿弟好妈？的了，下面的那么那故意的。你阿讲你阿弟妈？error 在哪里嘞？哦。内存啊，就是说那个内存啊，这边把它说 storage 升级个 aggregate 的，所以老师把它说看近看来第六季啊，偏第六季啊，而且第老师。Storage 够了，Aggregate load 比多了，的确成功了，说吧说，阿曼的给成功了，阿面多阿面毛，老师讲那成功面来了吧，然后 success 多阿面呢？老师的嘛，finish 漏洞嘛，Laboratory Community Technology 白嘛，成功也得别个 finish 难度了，不是 success 啊，老师吧，然后。Success 和 succeed 就是说，论文老师不是论文把你嘛，包括 life 那不得来看嘛，后面的话嘞，那叫成功，所以没成功对来了，就是后面的路都要一直不要翻译的。你们知道老师啊，finish storage aggregate load 啊，finish 成功了。前面老师讲的，记得的确好了，如的确忘了，陆老师拉东西 false 妈的，不要用。成功了，老师讲呢，老师们那个来着嘛，这空嘛，老师底下我表表的不，老师 software program 的嘛的，那老师你家老师刚刚拿来不，老师 software 路的，他讲那一东西，一个没到过么，一个到了，他们没啥没 A 股那公平大信嘛呗，你也是，老师讲那名目嘛，咱们你那名目叫老师那对老师管了 OK 了，还不如嘞，第一大讲那么平，那么第二讲那平。啥玩意儿录的呀？那样东西老他们没烧，你要嘛被太牛，没比没钱，俺老还被录的，老王没老婆，第八期包装嘛，买表也没录大陆多一段嘛，他嘛安他了，这个嘛安内嘛多加嘞，还不如聊天嘞，也没平台用，电话没平台用了，你们叫那样那些去，没弄。没有我人不答会案打了。的，都那些片，都是那他的票懂吗？是罗兰老师，祖先大大的票管嘛，收入比较这是新的比较快。答案是比较错，比较近哦，没有错的，你说的。老师稍微说一点看，老师讲哪里？老师要拔出来说，啥关系没？do is greater than do less than do a do if a do one do do share four share do greater than less than do，稍微说啦。哎，个玉米面地道里差没你嘛？面也没比是 exactly 多差米，肥哟。
哎，means 哎去嘛，伊他的 SOV 里讲了嘛，别多了，得有哪个多哟？哎呦，哎这库妈，哎呦妈妈看，俺个别看了，老是要多嘛，龙娃嘛啥钱，啥奶哟？得龙妈别多，龙娃我和 100% interest 在路牛打撇的不？所以到时候都路哎路路牛 programming 嘛，也到时候 BY 什么别说，呀，finish 就是说完了嘛，我就是成功了。所以说你比那 technology 吧，你比那 IT 吧嘛，这个过后面多嘞，比松多嘞，finish 就是还是那个叫成功，不要说完，不要说好了，好。好，那老师最后一个，我知道他的确迷路了，迷路大家应该知道的，难表的。我知道我的也的确，曼迪给我日里迷路了，好，都曼迪给我难表多啊，比如说啊，我的也。好，那老师的确，哎，要不老师讲呢，老师请那个，哎，三四个学生嘛，哈，老师请学生造句，那老师先教一下这个。他这个课本上的的确也是老师，就是维文龙。我觉得前林克老师知道吧？那围棋课啥老师加过不呢？围棋，那老师围棋是怎么样的？等一下我给你们看围棋课。还有的确，曼的给我都阿龙啊，很有趣，但是为啥不搞那的？第二个，利安啊，比如啊，安娜姨，我觉得。边中国这边个老师啊，气的、推的。中国结束的只有李那木有啊，不是？毕竟老师表嘛，我能放手都来下他嘞。我觉得边中国这很难的。李老师的只有李那木你就溜了个大课得的。你觉得？你听我说，的确很难的，得给看得的。可是大兵们，边好的中国这，李老师气逼端的的中国这嘎的很漂亮，大那来的。那第三个。上学期就是 first in semester 嘛，荣啊哈，in semester 一才艺表演，第六几年的老师performance 表演个，过了，很精彩。英国精彩是什么？Amazing，出差 and 会搞那的，所以大丈夫罗很多人去看，录的多喵喵录喵的个，多记载的。第四个华中说。上个礼拜，是的吧？噶，你们全家，你弄的米大猪笼，或是你弄的鹅笼啊，去农场来滚来呀，滚屁股大家嘞。那里是爱丁堡噶，那里是不是很好玩？爱丁堡，哪里都搞那么啦？大姐噶别扭了，过来，我以后俺老孙还要再去一次，老太太姐，她多欧妈属于多，有啥嘞？那老师先给你们看一下那个，围棋跟那个，中国结。这个是围棋哈。那老师，这个台湾嘛有一个围棋，就是说，变我也不能可理解。老师，小朋友们也可以玩围棋。啊，不是老师，就是老师哈，脑子老师会动的，memory 不高的，所以老师学校里嘛，比如说那个国小、国中、高中里嘛，有一个课程在老师不能选修里的老师退台不？那老师老人家老师头脑替代不能，老师逻辑要把别的等于别人请假了，但那个应该70、80岁的时候，可能就是快老人去了哈，但等于别人又干屁来了，哎，他咋路行？让他们玩这些。围棋啊，那老师弄个嘞，是老师一般可以，所以老师有时候玩游戏的时候，老师打没有，老师也是东家不能。这是老师台湾嘛，也是一个在学习的方面不能，在学校的学习的方面是我们有的。那个边中国的边那边老师，旅游的哪里有老师，通通的去下了，那他老师边路口的中国结是老师 TVC 的，但老师大家都。会看过的，没有人不会看过的哈。恐龙米不远，那叫老师啊，中国界那边这边个老师啊，就起呀不？哦，我会编，所以啊起的对不？哈，我会编的懂了，所以来说这个是编中国界。好，那老师那个我请一个人一个单字做好了。好，那个素经验第一题念一下，第一个，素经验。我觉得学林克微习课的确都很有趣，好，立案。第二题，那个。
红位子。利恩安娜，利恩安娜，我觉得边中国结很能，你觉得呢？安好，娜，的确很能。然后厕所安上。娜的确很能，可是编好的中国结很漂亮。啊，的确猛龙，的确恶心。第三题那个，林美花。林美花，哎，林美花，好像你忘记自己的名字哦，自己的中文名字，因为我忘记你的缅甸文名字，看不到了，跑去哪里？好，谁问我？上学期的才艺表演的确很精彩，所以很多人去看。好，第四题那个叶立新的，我可以给花就上个礼拜你们全家去农场，那里是不是很好玩？佳姐，的确。的确，我以后还要再去一次。好，说明说你自己造句一下，的确，自己的。的确，的确与实在不一样的区别就是，的确可以几作为副词。好。那个耶莲娜，我跟你说，妈妈说的话是，是在是经他说的话是，的确，他错的话，的确是，的确是对。对呀，好，再问了，接，老师的确呢，对接。他说，他的朋友是好人，可是。的确，他不是好人。的确，慢的给他的确他不是好人了，对。，OK，好，可以。那个都去菜。我还没到台湾的时候，我有听说过台湾没那么好的果渣，但是我到了这边以后。我发现了台湾这个国家各方面的确发展得很精彩。没阿尼玛懂到了很好的，可是没有丢失给我，没有罗老师给东亚白雪路看他这边一个生词是什么？到了这个国家属于没懂到啊，到了这个国家没丢失给啊 zero 白雪，没那么懂到海不捞我刚刚没起码懂到没好这个路懂到了，没丢失龙啊路路龙啊一起没修路看啥叫我闭嘴，没要小心一点，你要说。我到了台湾，你知道吗？我到了这个地方，我到了台湾，知道吗？你要说台知湾，我道们了。东西了，如果不弄到你呢，这个地方路东那边没，没东到的嘞，这个呀没有，哎呀，你那哪里路以前没那么东到的，还有什么精彩？你怎么很高级的、很帅的生词？你们先把东到的这个路东那里面啊，哪场完了，龙华飞不来了，好不好？所以要说你要小心用这些方式哈。好，那好的，老师。我说。
好，那老师就看一下，你看，那老师讲的大家都应该知道的，你看就是宁静。Impressive Peter Bones, I'm your name, 就是啊，宁静啦。好，外公，外公呢？破了，哎，没有，我们外公的谁不读不干了？送给谁？外公的妈妈那边还是爸爸那边？爸爸那边，啊？妈妈那边，那看到了没？而啊，外公呢？且破重了，大的区别。啊，孙子，好的，刚来上来，俺有啥不有啊嘛？外公，啊，破爷爷年纪嘞，下了高速公路，要记得高速公路哦。高速公路是 highway 啦，高速公路，高啊面的速啊，速度也速。哦，高啊你们面啊面啊不，速啊high speed 呢多少嘞？哦，路，哎呦，away 有老师，high speed 呢多少嘞？路就是 highway 啦嘛，即高速公路。老师台湾嘛，所以大部分地方都老师只难得他不。哦，阿咪要得还没有说老师多写高速公路，还会来嘛有哎，得拉几天嘛，啥意思啊？高速公路，所以下来高速公路，就是说，还会来你新来的，你的以后再右转，右转就是年轨哦，太平年轨那边就是苏拉那的国家公园了。所以外公，你看下来高速公路以后再右转就是国家公园了。第二个，华中。你看，年纪老虎队，队也不对表吧？来，老师问一下，连长队是什么？连长队是什么？啊，不会是要扫掉这东对，西。啊，等啊，不会，老虎队是老师啊，加不会哦，老师很爱乱写嘛，哈巴努拉不会读，不什么。不应当配入，潘多拉配入，哎，张马西的，哎，路没有配，顶配入，对路可能，所以老虎对说加配啊的，合作的很好，合作的地方包容，老师没有，三三毛合作是什么意思？不帮三月打老师。对，不帮保卫上面比较漏的，合作的很好，不帮保卫上面比较漏的，大家搞你的，难怪，难怪是什么意思？那个三三威。啊，毛毛嘞！然后嘛嘞哟，闹着哭不知道哪里便宜，没出三吧不？没出三吧不？哦，可以得到冠军，冠军是什么意思？Rich B，还没当过我是爸爸。好，袋鼠狗狗，冠军是什么意思？欠皮眼。plus 不哈，强边 plus 哈，强边哦，关键 plus 要是得到亚细亚嘞，没出场吧，不是？哦，然后对，都是老师，破烂老师哈，帮我们上月的刚路对，就是说冠军亚拉老师没出场吧，不？所以老师的嘛，难怪懂你老师，难怪我们大家来看一下，难怪怎么有呢？难怪就难怪我懂了一点，对不对？就是说老师闹嘛，我喏，就是说。嗯，哪里呢？我顺便在下面打好了啊，我会再用心的。我希望你们多多会用南瓜，因为南瓜是很多人都就是很常常会用到的。老师，南瓜留点卡吗？那么就是爱心的护片多少点卡，明白懂了不？算算了不？老虎队合作的很好，难怪他们得到了冠军。西马高那露露那么高那撇的，西马苏拉露伊那么苏拉撇的，所以 first action 呢，second action 那呼吸的。First action good, second action 也是 good. First action 是不好，second action 也是不好，意思是这个。那老师说实话了，我老虎队呀、啊、合作的很好，是 good action，看到没有？good action，大家们喽得到冠军也是 good action。那老师说你今天没带雨伞，你的绿。诶，天有么多好不？那是高呢还行啦，不高呢还行啦，不好的，天有么多我们刚刚过，所以老师啊，找关键性，难怪，三马五，啊？
难怪，没啥马乌，你就生病了。哦，你就生病了，就是说，你偏了，没出三马乌。哦，咋哦？咋讲嘞？你偏了，不属于老师。难怪我这路就没动呀，难怪我离家了一百多米偏了不呢？你今天没带雨伞，难怪你就生病了。好好，那老师等下来，刚爱心老师追击啊、哦！老师，认真。学习，懂我，我是汉语，难怪老师那么懂呢。Sorry，老师骂到了。他认真学习中文，难怪他的中文很流利。啊，很流利。他认真学习中文，难怪他的中文很流利。流利是老说法咯，fluency 的，懂多少专业了不？多啊，丢多啊，做啥比咯？丢啥的呢？反正丢啥流利，fluency 的不撇的，没出彩嘛不？我怎么了？面读做啥比丢啥漏的，读得查不丢啥高嘛不？难怪他的中文很流利哦。好，今天。很晚才起床，昨天闹这么一样他嘞，难怪他上课迟到了。现在爱心阿么高么，闹这么一样他咯，阿蛋闹假了。老师，如果老师讲到底，难怪我们倒木水把都没录听嘞，说明说老师问一下，如果你觉得这个我们如果以前没有用。没有学过，难怪我们可能会用哪个生词？你要去比咯，咱们老师也丢啥？以前啊，多到哪嘛？多有 N level，那我都多么多密码的了。怪不得嘛！嗯嗯，怪不得这老师面呢，那个哈。怎么说？你这几天在干嘛？你要点啥？那你觉得呢？如果要是奇怪。奇怪奇怪奇怪出现了，奇怪否？我也能拿走。没出在哪表了，老师。对，难怪难怪你要嘛怕冻呢，对吧？老师，就是现在老没呢。你好，哎彪，老师，我也不所知以道。呢？啊，把屁人，后问你吗？不不，那个后位置，你说什么？所以吗？对，所以老师 level 内嘛，所以老师说，现在你今天没带雨伞，所以你就生病了。咋整？你们刚撇的？一般是老师一路路东哪里？level 内哪里？啊，多比大我多比米咋的？啊，这边还没读呢，啊，这边还没读。不叫 because of，所以that 就叫 because of，这路没有那边撇呀。所以你要咋懂呢？那老师说，哎，所以我老师说，这嘛票比我怕懂来着哦，难怪懂来着。所以老师把张老师讲到 level 内多下开哪来对了？level 内下了嘛？老师说多少米多，多么多米嘛？如果老师讲到的哎内么低呢？老师说多少米多米牛嘛？张老师的啊对米呢啊，把不如找我说 level 内嘛了嘛？把那大概不全部哎这边读的路比我模糊呢？那边录的录我没标明咯，老师标了。一般是老师哎，侬啊，东开的查理嘛，录没有你咋东开的？啥啥经那边内容啊？所以老师说，哎呀，习惯我老师说票别干嘛，票录秒，所以难怪那老师就骂了，懂了？好，老师就是，所以前面好，后面要好，前面不好，后面不好哈。但是如果是看看老师的招，自己造句。今天我吃的太多，难怪我的脸变胖了。吃的太多，啥了面你哪玩？啥东西呀？变胖了。你哪跑哪？哦，我的脸就变胖了。哦，好，啥东西呀？反正可是啥，人家怪怪的，你哪玩？你哪跑？哦，好好好。那这老师乐觉得，种种的路标啊，你哪路用？
鲁豫，做好大的鲁豫片两点啦，肿肿的啊，老师那叫胖肉嘛，比如嘛，肿你那也肿的啦，肿肿的，是不是丢啥嘛？懂了咯。好，那老师下一位自己造句哦，你要点啥？他这几天，不是老师，弄了他点，昨天很晚才睡，啊，难怪早啊，上他没办法醒来，他没办法醒没来。办法醒来。老师我呢，两点咋动了？慢了不咯？没，老师再修改一下。这个老师那边这些不咯，旁边那是看的表情的，不露表情嘞。这个病人的如果旁边嘛。这个对有没有讲的嘛？Stand away 啊，老师讲到那些表达，慢的撒一下，慢的把木纹都免得表面，所以他没办法叫起或是叫醒，哦，叫醒或是叫起，啊、哦，有没有到？那、no. 好，那老师下一位努努迪瑞。努努迪瑞，在吧？这老师，我嘛话来，出话了，我嘛表来了些老师。把表来变表表，我跟那点来，我搞了出话了老师。就是慢一点的呢。Pressure B，我觉得他是很勇敢的人，难怪他一个人敢去万国旅行。好，翻译伞在吗？翻译伞在还是不在？这个朋友也要搞好其他，奇怪。锅高面，翻译那个难怪。很乖，难怪吧？我高面，看了，这个咱们在高面都咱们叫，不要害羞，别脸，难怪。你那教具要完好好好的，这不就看那个面多的厉害了？果然不高面多，哎，没注意加入，好记呀，哪里加进？难怪高，不要。现在他变了，没朋友上了高，没办法收入，莫三位。他这个月越来越胖了，难怪他吃了很多东西。啊，那个木易人呢？你今天早上，一直喝了。6瓶水瓶呢，难怪你常常去尿尿。娘了几啊！就是说，奶奶的下一那不咯，过一年六月嘛，娘娘动了呀，啥地段嘛，娘娘动了些，奶奶下一娃哟。那你今天喝了6瓶水瓶了嘛？懂？6瓶水呗，懂没？水也那么瓶不瓶？喏，哎呀，第一个好还的，老师。你难怪你常常去尿的以后吧的，不多啦，慢的喏，尿尿。他们老师哎呀，奶奶我都没有表，你啥么子？你都没有表什么表叫？下一娃的时候不如表来说，你想常去小便。喏，还是上厕所，动物园小便、大便，小便啊，老师啊，不多啦，大便是里多啦，喏，小便好啊，的，老师。不多嘞，大便啊，不，小便啊，不多嘞，大便啊，好嘞。又老师，哎，不然老师，难怪你常常去上厕所去动物园嘞。下一位林啥？
难怪啊，他怎么努力练习跳舞？难怪最后成功了。这么爱得了，这么怎么某这么这么。好？下一位那个木茶。木茶，屁没有了是，木茶，但是是那里呀，老师。你那里不要紧吗？你讲话不要用中心表达了，恐怕那边生产路亚了。我刚没读，你有啥？他怎么样？啥作业嘛？生产啥？他每天好好学习，他每天都没有好好学习了，所以难怪，难怪可以懂了秒。所以难怪他没有通过考试了。好，难怪他没有通过考试。这姑娘有啥啦？奶奶都行。好，抹茶回来。我每天，我每天不可以。我每天不可以3秒5秒。多了，念多了，念多来的，念多来的啊，念多来的啊。那个听你讲呢？他昨晚开夜车给男朋友打电话，难怪今天上课时一直打瞌睡。一直打瞌睡，好，可以的。好，那老师继续看一下，那难怪应该大部分大概大家应该没问题了嘛哈。如果有问题，就是来可以来问老师哈。那个抛铃是什么？菠萝不抛呀？这位老师啊，不必来的抛铃啊，不是老师抛铃是扯铃的一样的意思，要记得你们这。你们大家都知道是扯铃，因为老师教过了扯铃，所以抛铃也是扯铃的一样的。抛铃很简单，简单是什么？没读完简单是什么？对，姑娘老师。对哈，抛铃很简单，不啦不啦不啦，过来，我会把铃啊，不的，老师铃所以靠拢了哈，没有的，抛上去说吧喽，是不来的，必来的。再接就说盘来的，接住的这边个盘米多嘞，哦，啊不不，比来的比来的，它比较盘米多嘞。那老师跑零，老师切零玩法个啥不？那第四个妈妈说开胃的，sorry 开胃也开胃也的，你在做什么？你把弄你来说开胃啊，比如啊，我在玩积木，积木是老师又说的哈，老师对米歪，哦啊又说的哈个啥你俩的，你看年纪我做了啊露他的。罢了，过了过了不喏，我做了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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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老师我批退不喏，那这现在答案好，那老师第一个 number one，老师请学生念一下，没读啊。万哥，你看，下来告诉高路以后，再右转就去果张公园了。第二个一个 read，阿舅，你看老虎对的，对黑就对黑好难过。
难怪可以怪。的，难怪可以得到冠军。冠军。冠军，还有啊。那些都一样。加杰希尔他们的缺导的很精彩，是啊，差他点很。们的确打得很精彩。你才再念一次，佳姐。加杰希尔他们的确打得很精彩。好的，lonely baby 的搭配。第三个老师，请阿木黑。跑龄很简单，你看，我会把龄抛向去再啊，接住。呆住！猜谜啊，单手捂，盯着捂。第四题，妈妈，康伟，你在做什么？康伟，哎，我在玩积木，你看我做了。过来过来。你看我做嘞，积木好看吗？不是，PCU 表表吗？啊，汽车好看吗？我做了一台，哦，我做了一台汽车。一台汽车。好，顺便，老师讲的也没有那么对你们来说没有那么难。顺便，老师常常会用过的，得了啥嘞？那老师是干么事手表了？动物园嘞？读，哎呀，我都脑袋卡嘛了，是干么事？sorry，这来啥嘞？不是卡里边表演了，顺便，对联的中间写了不？哈，是干么事啊？那第一个，说化妆呢，请爸爸带，化妆，请爸爸带他去买模型，模型车，那个模型车，模型车是老师不如崩山庙了啊！老师等一下看哈，老师这崩山的楼塌了不？我们连说连连这崩山的楼塌叫模型车啊！等一下再看化妆呢，化妆啊不喏，请爸爸陪个我嘞哦，带他去啊，陪下都可多，比如买模型车，模型车我也多多会开嘛不？喏，陪下可陪我可不模型车多会开嘛？顺便得了啥嘞？哦，去文具店，文具店就是啥一个呀？啥嘛？买蜡笔，那个要送客人围殴嘛？所以照样能活，这活老远，那活了，这拉啥的，老来的所以关键性就是顺便。好，第二个新年的时候，那个我去嘛嘞？民政啊嘞，要去台湾看爷爷，台湾多爷爷有多几，比如爷爷奶奶、婆婆的婆婆多记忆呢？顺便得了啥嘞？去台北一零一看烟火，烟火是迷办不喏？第二点啥五大龙多，比如烟火多几枚的。第三个老师说开胃的哦，开胃的，你去喝水，你一大早晕的，可以过来过来去办公室，勇敢我得了啥嘞？多音帮我拿。笔记本吗？那个 notebook 里的是老鼠啦，比如亚姆啦。凯文说：“好的，没问题。”高马比就在那没事吧？无聊。第四个，敏珍说：“这个周末你会干嘛？你要做什么？你把弄来的。”安娜说：“我爸爸要带全家去，我陪他这么到处乱跑，比如嘞动物园，好多比如看熊猫。”熊猫的多几家没？顺便得了啥嘞？把楼请的呀，来给啥子苦瓜果，比如嘛。我们这里男生就是说，有些学生老师应该老师知道，有些学生是知道的模型车是什么，有些学生还不知道。那老师，请学生看一下模型车。模型车是老师吼，有关路嘛，比较难哦。他不是有，多老师这个都崩在那漏出来了。据说老师这次老师哦，也讲的德邦山呢，他不是有，他是老师伽马巴的德萨巴拉，但我老师啊比阿波诺德邦山的模型也特别个巴咯，邦山独楼的哦，模型来做邦山独楼塔，那个老师说模型车路口嘞，那模型车是的咯，老师说模型飞机，哦，模型飞机，另一年老师就路边就是邦山的楼塔了，他不是玩具。
ก็ซาเสียบีซีก็ซาเสียบีซีลูกก็ซาลูกใหญ่แล้วเราสู้อีบันวันที่กอรูปลาสติกนั้นเราถ่ายสวยเนาะสู้ปีจอกเพียงอีหม้อฉิงฟิวจีสิเราสู้ปีจอกกุ่ยเด้แล้วสู้มีมาปีมาเลยสิเด้ล่ะเนเน่ตัวใต้ปงซันมีลูกตาอย่าตาเนี่ยลูกตาแล้วเราสู้จะสู้ซอดีมาสู้เราสู้จีเลยใต้เหลียงปงซันตัวถ่ายได้แล้วเราสู้ตัวที่ไปเด้แกล่ะซีลูกใหญ่ละซีลูกเหมียวแล้วเราสู้จะปงซันเนี่ยเว้ยลูกตาหน้าเจ้าเราสู้หม้อฉิงลูกขอเด้ ฮะสิ่งที่เราโมเสียมาแล้วสิมาสู่ลูกเสียเอ็งเนี่ยพัฒนาไปแล้วสิเอ็งได้แค่ยังเนี่ยรู้เองส่วนแล้วสิโมเสียท่าละฮะโมเสียท่าไปแล้วสิเราเวลาเกิดสมาร์ทอยู่ตัวเปียละว่าที่เกิดแล้วสิที่ยังสาวว่าแล้วสิที่เกิดชีวิตของผัวอ๋อเดี๋ยวมาลูกจะเกิดจะนิรุมยาวเนาะทำไมแล้วสิว่าจะสร้างสวยวิวแล้วสิเอ็งยังว่าเราจะทำมาที่เกิดเอ็งเนี่ยเชื่อมยาแล้วสิเปียท่าละน่าจะแล้วสิโมเสียฟันสิลูกขอเลยแล้วสิโมเสียท่าเรียวแล้วสิ我觉得，但是老师还想再给表妈报喏，是不是真的？这是模型的，不是独立出来了，所以我们老师给表妈表了一下哈。好，老师，请学生第一个老师念一下那个，诶，A级来念。顺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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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顺
冒险车。花中请爸爸带他去带他去买冒险车，顺便去玩具店买蜡笔。好，第二个一来。四年的时候，明哲要去台湾看爷爷奶奶，顺便去台北101看杨红。那个名字好不好？名字名字二声了。好，第三题那个一给开。老师看我，我去开水开始。可以，可以顺便去，顺便听没得开的。可以。可以顺便去办公室，帮我拿办公室这边吗？办公室，帮我拿笔这边吗？笔记本吗？笔记本这边啊 ，notebook 呢？阿妈讲的也得找，还有凯文，好的，没问题。好，第四题，接下来。明天，这个周末你要做什么？安娜说，我爸爸要带全家去动物园看熊猫，顺便就猫空。顺便闹嘛，关键性来读面容，顺便闹嘛，爸爸来读面了，顺便啊，已经是读啊。关键性别对。顺便我们就猫空。顺便我们去猫空哦，还是猫空？我给他查了短嘛。好，那老师，这个老师来念一下，请一个学生。我看。很暖，这是什么？香，八叶香了。金香也香，金香也香。对，好，那老师下一位那个四面奶的这个，四面奶的。喂，杜淼，没别录了，那阿爸嘞，不要听，阿爸，你弄在哪呢？爸要喂了，困住了。好，下面呢，这是什么？老师穿穿的是什么？什么老师？八月几了？经济啊？经济不是经济哦，
后来挤了挤了，把它挤了，没没啊，快了要赚钱就没挤，不要单纯啊挤，把它挤了没对啊没有。到位这是啥个啥哪个级？到位啊？几月几来？念着。挤满的挤，对呀，挤满的挤。挤成那么多哦，挤满的挤。我问嘛，今天在捷运上挤满的人，没弄没弄懂有没有把懂？很多人是没弄懂，看到没？很多人，不要那用很多，没那个很多那么多啊。哦，今天在捷运上挤满了人，把别人路嘞，别你嘞。哎，101烟火，哦，在101，我去101烟火的时候，人。挤满了，努力啊，避难你啦呗。哦哦，这个活动人挤满了，还是挤满了人？他说挤满，必得挤哈。好，那老师下一位，苏明佐帅哥，库德罗巴骗你啊？你是不是那个什么？我骗你了，阿呆怪你了，欣赏了，怎么演的？好，沙苏啊，这个是什么？哪个野？演唱，野枪是什么意思？就为大家提供。好，下一位老师再请那个汉妞，这是什么？心，哪个心？我滴了下，对面路也公民了，没嘛，爬都没滴。啊，不然干了？问我啊，这个是心哪个心？可心的吗？不是，星星，星星，星的弄那个表情心想的心，教训的啊，哦，星星的。太大呀，这心想的心。好，下哦，一位，那个。天猫猫脸这是什么？哪个起？什么起？subsidiary 起啊，CD 也起，好，没错。，T T 加 T 加 N。好，那我再请 Kindy 啦，你这是什么？翠老师，哪个翠？翠哪个翠？茉莉，不是，那个意思也没嘛，那个你那有的，不是，这那没上来。不是，那个七星这个是什么翠？翠了蛮多也单翠，哪个翠？我有翠了，那么难呢？把也翠嘞？哦，正确的确。不是，no no。谁知道这是哪个翠？缺钱，孔雀麻雀，麻雀，孔雀，孔雀，孔孔雀，雀麻雀。勿扰也雀，哦，勿扰我也雀，孔雀，孔雀的雀，哦，勿扰我也雀。好，这个是什么？我问刘龙，我找学生开生蛋，这是什么？老师川川的。哎，赢啦！赢了赢呗，赢了以后的把赢了。哎，我想知道是赢的弄的弄个我们右边的，我能把赢了不？哎，没有那没得不了的病态。不是，赢，那我问谁知道？好，这样比较好，谁知道？积木嘛，萤火虫的萤，萤火虫，萤火虫的萤，哇，播送就业萤，萤火虫的萤，对哦，播送就业萤，萤火虫的萤，哦，播送就对对，好，那老师再看这个是什么？
那我请母语人呢？农场唱，还也抢了？农场也唱。啊，可以的。好，那再问素金莲，这是什么？哪个虎？一根烟几火。个？好，那我再窗窗。这是什么？我问素金莲。三明治，台湾的哦。不，用积木星星来表白呢？就是这个是什么？第单出来音表白。啥意思？是那明天的字骨表的副表，明天都弄出来了。名字，对，三明治也是，对，三明治也是。好，那老师我再问学生，这个是什么？什么？那个，人问我。什么虫那些？啊，虫嘞？松子虫。孔子的虫呢？刚刚说嘞，咽喉的。萤火虫，哦，萤火虫，萤火虫的萤虫，火虫，萤火虫的虫，哦，萤火虫那个什么，那个米本啊，什么播送珠，哈，好，那林子，这个呢？行，五爷爷，鹦鹉也，鹦鹉也，鹦鹉也五吧，鹦鹉也硬嘞，鹦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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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你那个，你那个学校什么庙里那种多一点啊？这个是鹦鹉虫的鹦。好，那老师再问老师，现在窗窗的，那个野地生蛋，老师窗窗的是什么？准备。啊，准备呀，备。啊，那，哎，所以呢，老师要考试吗？就是问卷哦，老师啊，三遍不完呢，啊，那老师扫码吗？录密码吧，哎，好，那老师再来，这个是什么？今天哪温说？你在哪温州？远，还要远了？原因老师，远一也远。好，参与啊，这是什么？不要努力，不是不要。批注也批。啊，那么厉害哦！好，阿莫黑这个是什么？不是被查到位啊？你的心情啊？看咋没变看？老师，在贵阳成为座位吗？那加了我肚皮的。你怎么不加来了？这是什么？环境。环境眼镜，环境啊吧，龙大叔。那报文件嘛。哎，报文件行的啊，好，环境报文件好啊。你刚刚玩好，下一位这个颜料，我是川川的。保管员，保保啊是什么意思？啊，保管是什么意思？亚大一种是，啊啊，不那亚大一个种，苏珊珊某这个是什么？政治的治，政治的政，老师。政治的政，好，那个珊珊问这个是什么？啊，这个不用，这个等一下，刚刚已经考过了。这个，珊珊问这是什么？不知道了，对不起，那不是什知么？道，对面多少比例呢？老师骗来的哈，妈没呀，对不对？可能刚好那么多嘞。好，等一下看那个，再问了啊。哦，老师。这个是陆，哎，把路了解，路了，陆地也陆，哎，你，
好的，他们，哎，他我这陆地也录过呢，好的啊，他们老师，那老多人把那录了，这陆地也录到怎么样？把也录了，不要嘛，人家都阿皮，都人家拿来不要了。大陆也录，大陆，这样那个老师台湾教是大陆口啦，大陆也录，啊，我嘛老孙那边李增玉，李路不要来的，啊，老师说，哎，李增玉，你那么不没弄我了，老师比完嘛，哎，我啥的呀嘛？啊，老师叫李增玉路怎么样回来的？哎，请问你贵姓？我说我姓李路，不要来的。好，哎，干嘛读啊没嘞？哪个李路没嘞？你啊皮啊们，老师认得没？李增玉是四间写的李，所以老师说阿伯啊木阿个子，所以木子李的李，木子李的李。好，所以你弄丢了嘛？这一段没嘛？你是哪个李？李就老说李啊，你还写把李哦，木子李的李。那曾玉，曾李的陆玉啊，那你有没有把曾呢？那老师刚那哎呀，你老师比如啥不？曾家的曾，曾的也曾，阿们的个也曾。那玉是老说白的玉喽，国宝玉的玉。玉是老说赵念杰的那不是咩？赵念杰的那不好叫谁喏？玉所以叫谁嘛？哈，国宝玉的玉。大叔老师怎么样？现在，所以老师讲了，你们现在全部每个学生都有中文名字，你的中文名字是哪个系？哪个什么什么的？你们属于素金莲，哪个素？哪个金？哪个莲？陈子美，哪个陈？哪个金？哪个美？啊，那反正爱拉皮家们，这样你们滚你们滚，没事家们。我叫什么名字？啊，我嘛说美月强，白月美，白月月，白月长。啊，个那么个丢了，没事比就不要们。啊，老叔叔，老叔没事比比。我叫大家好，我叫李增玉，木子李的李，增加的增，郭宝玉的玉，李增玉。OK，啊，那么没事开嘛，你们的反正，他们没事开嘛。所以明天的功课就是这个哦。哦，所以个人那么丢那么有他比个人没意思没这样了，没那么白一下的时候第五路了，所以啊，大家都今天有一个功课了哈。好，那说说刚刚说了对，那这个说说纪念的那谁呢？这个不是纪，这个是蹲厕所，这个是什么？自己老师，真自己的自己。经济的济，对，C 不 R E，经济的济。好，那。答案哦，这个，伊人拿我说这个是什么？爬英雄英雄，袋鼠哥哥，宋老师，爬熊呢？手挺手的手，英雄也熊了呀嘞，那老师把熊压低了，熊目吧，熊熊好的，英雄也熊了呀，那老师台湾有的没有人没？高雄也熊，哦，高高雄。雄也熊，嘿，你也恐怕你没错啦，你用俺说说考你啊，高雄也熊出来嘛，你那边俺爸妈那边没话，龙岩就说你用丢那边，有啊，那是不是？你对比，你还对在比。那个啊？你对比，你对比，看哪不知道你。好，那老师，这是这个哈。哎，老师，这个是最后一个，哎，高雄的熊吧，拉美，大巴嘞，老师串串的，只，啥也知道。一只，一只，两只，一只。啊，一只两只，你也对比，你变成股票娃娃，一只两只也知，你对比，知一也知。枝叶子，枝一叶枝，哦，枝一叶枝，诶，你呢？诶，你这样看，看见对吗？诶，好，那老师大概就是这个这样子的哈。老师讲的，比较喜欢就是老师哈，那边面啦嘞。老师这个是要懂的，不是看得懂中文就好了，不是，因为大概是老师讲哪面做哈，是龙多水老师，
拍得打，我不要了，来不来面了？所以应该是十龙的拍得卡嘛，大家是没问题。可是哦，老师分开来耶，老师比较重要是分开来的卡嘛，还是不如都来表我们来说，老师就不必意见啊。所以老师，不表明的那不能，快位拍得卡嘛，第二的好不表第四去，然后所以老师大家。努力一下，好，老师今天请老师学生们的报告啊，老师不会看很多，老师只会一些学生，因为我怕到那里请太晚哈，那老师一个一个的，老师我先看，然后等一下再哎，我看这个是侧面念的。明天再一些的想。大家好，今天我想要跟你们分享的题目是，那这个报告是老师说侧面念的报告，侧面念就是，侧面念，先让我自我介绍一下，大概，你的报告同学们要听，你要自己大概介绍一下，你叫什么名字，你几岁了，你现在在哪里，你在读什么科系？还是现在住的地方吗？或者是在缅甸的一个地方？在台湾的地方呢？啊、哦、好，大家好，我叫李彦希，我住在台湾的周河区那边的，我是在中华科技大学的，是新校区。我在新肖雨，啊。新肖雨刘，新肖雨刘统系，哎，过来科目了，估计刘是统，吧嘿。新肖雨刘统管理系。好，那老师大概看一下老师和同学的报告。大家好，今天我想要跟你们分享的题目是台湾总统中有名的一个缺点。在台湾总统企业有很多种，公司、自行车、脚踏车，也可以说 U-Bike 不仅是在车站，而且在大学门口或是学内也能看得见。台湾总统部、高铁、台铁跟捷运也是不能缺少的缺点。在台湾没有地铁吗？台湾的地铁就是捷运，它不仅是地下，而且地上也能去，所以它叫捷运。民国捷运站有路线图。还有你到的地位，要去上出口的号码跟路标。很多的捷运站中，有名的车站是捷运板桥站，在捷运板桥站里面还可以搭高铁跟台铁，你千万不必怕迷路。它虽然那么大，但路线都有路标，也有自动售票机，自己可以去买高铁票，也可以去买售票处。在售票处能看得到登机时间，在登机牌里面能看自己的车次是什么时候未出发，你也能看自己的车票上，你的车还没来的时候可以坐着等。如果等车的时候你选车或是买东西的话，有万松商城，在万松商城里面很多餐厅，还有很多商店，也可以选择很多食物，咖啡、面包跟蛋糕、咖喱、面。饭都可以，想要买的东西也都有，日用品、睡眠衫、配件、文具也都买得到。过圣诞节的时候，在板桥超漂亮的。圣诞节只剩几天后，所以差不多一个月左右就行了。晚上能在完美的夜景，白天也有白天的风景更美丽。如果你到台湾的时候是快到圣诞节的话，你应该去玩捷运板桥站。谢谢大家。好，他感觉的报告不错哈，可是就是说，因为声音有一个怪怪的，应该可能是声调的问题，声调一个跟声调太在一起了，没有清清楚楚的讲出来，所以比如说捷运，你说捷运太连在一起了，所以一边是什么？那应该找到丢啥比我这个比我的打地打龙啊之类的，虽然是我们不可能。讲到中国人，本地人认字没有那么正确，
可是你还是要再改一下哈。所以老师，声调有问题的哈，下一次报告你要小心哦，因为你大学生不能这样，好不好？好，两个理他了，哎哟，声音怪怪的，不要这样。好，那老师今天来看我女儿的报告。我女儿啊，下周我们回来吧。毕竟上。对，请问我来大概自我介绍一下，那、跟同学们。同学们，同学们好，我是米月泉，大家都认识我吧？我现在住老师的家里。好，大家都认识他吧？欢迎来到在哪里？李振宇的家。好，那老师大家听一下他的报告后。Hello， 大家好。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，放开手才能拥抱生的美好。有一次路过一个公园时，看见有几个小孩在摆满了玩具的沙堆玩乐。每个小孩连手都拿着玩具，但他想拿其他玩具时，会先把自己手上的玩具放下，然后才会拿到新玩具。当我们双手紧紧抓着我们认为很喜欢的东西和工作，发现有自己更喜欢的东西出现时，你要怎么抓住这更喜欢的东西？是希望让自己手转变得更大，还是希望多产出一双手？目前的社会变化快速，一份工作可以从年轻做到退休的情况基本上不多。有些人追求稳定，尽量让自己的工作延续得更久。有些人喜欢那种各种不同的工作经验。有些人想要找到比现在的工作待遇更好。有些人想升官，想创业。不管是哪一种，我们都很难全部拥有事业。家庭跟睡眠占据了一天的时间，这三者之间只稍比钱。举例来说，如果想要做两份工作，牺牲的不是家庭，就是睡眠。如果我想比较长时间陪伴家人，又要睡宝宝，那工作时间势必减少。所以我想说的最后一件事，每个人都有自己所追求的。当机会出现时，你想要把握住这次机会。放下不必要的执着，让自己更强悍。希望今天的分享对大家有帮助，谢谢大家。一晚了，谢谢大家收听嘛，不如记得晚间呀，多多学点。好。那个问完哦，选的题目都是不错的，可是老师发现了一个时间的十二生理嘛，十二生理有一生或者四生的数啊，那里啊是十什么发生时啊？对，我们要糊弄啊，我报告的糊弄我 S G 啊，就要找到十是还是十哎，比较多嘞，或是一个是一生的数多嘞。sorry， 五声，那么阿蛋的说话嘞，一个是四声的说话嘞，十八让他们的面阿蛋骂多嘞。那老师发现了，问我再多练习，支持是 ，z a c h s h 动物阿蛋出来的一个骂嘞，报告成吗？支持是那动物龙，
念啊，单词不学，所以你要多练习一下这个三个。然后如果这个三个都 OK 的话，报告是完美的哈。这一次报告做的是很不错的，就是只有这个问题哈。那接下来最后一个，我们看一下哈，不要说很累哦。说学生们的报告，哎，袋鼠姑姑，我看一老下。师，怎么变？恐怕电视来的好，啥子来电么？筹备啊，只有老师。哎呀，怎么变不为了呀？恐怕电视也发现了空，都空发布了，是哦，上吧？来点嘛啥吧。来么筹啊？只有他呢，好老师。耶，阿生过不变么啦？好厉害，老师，那不知道他养的，这天变了，养不养？况且不中的中的是冬天嘛，老师，好，互我补听下去吧。先不别，听下去先不别了，原来老师，哇，放啊，下降落过后，来，阿生过冬来。天嘛，户外降落后，老师，必啊，然的不别了，时候。互补嘛嘞，互补嘞，你还念嘞嘞苦啊？但是那会儿今天家里没呀，我都自己吃不，你们老讲，啊，我从新加坡今来，天家里没老师的嘛，sharing 楼来没？分享，好。那怕 sharing 嘛的别楼来呗，啊好、哦、，OK。老师，哇，冬天嘛是呢，怪热不冻的冻的啊！你来报家来了呀，老师傅啊，哪有那么天？底下别来，对，没办了，啊，是。爸妈咋凶呀呗？底下别来，记住点那点啊。人家路亚啊，哪来的嘛？哪来挂过？哪来有路的？我做表啦，哪来的挂啊。的？路的。你最近觉得自好，己不？那但是我大概先让我们自己介绍一下。大家好，我叫戴素姑姑，今年我是24岁啊，我住在阳关，好了好，那老师大家看一下德苏哥哥的报告。你最近觉得自己不满意吗？不相信自己的能力吗？如果你有这种感觉，你并不是唯一一个。我跟你在一起，连85%的人口也跟你在一起。大家好，我是苏柔，欢迎来到我的视频。今天呢，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些关于自我怀疑和自身的话题。我真希望这个视频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启发和帮助。那么，是什么导致了自我怀疑？主要原因是自信较低和内心骗子综合症。潜觉是一个人对自己的价值和能力缺乏信心，常常觉得自己比不过别人。后者呢，一个人取得了成功，却经常感到自己并不真正有能力，或配得上所取得的成就，常常觉得自己是一个骗子。也担心如果你遇到了这种情况，那就是建立自信。我们可以尝试下列的步骤：一、设定现实目标；第二，注重自我保障；第三，注重自身优势，指找出自己的优点。所以，我真希望我们将来都能过得少一点烦恼，不要再怀疑自己，我们一定会成为我们想成为的那种人。谢谢大家。好啊，也是不错的哈。一边老师哈，就是比较弱点，就是老师啥他们吐比他了。有些老师就是神经毒，老师你呢，啥他们没了，没表情的词语是哪个词语？老师说，可能老师是虽然听得懂了，当然听得懂哈。就是同学们可能有些听不懂的，也是没有看到句子哈。啊，所以下一次要小心一点。好，那老师今天上课到这里，还有老师我报告比他找到一起，我呢还有还没有交给我报告的学生也是蛮多的啊，老师不想点名，那么可请不自己知道就好了。
啊，自己知道就好了。因为老师没有这个就，就是说10岁的小朋友一个都没有哈，所以老师都要自己知道都要叫什么。那老师不是这个是为你们给压力的，老师是给你们经验的，过自己报告做出来的感觉样子的。啊，做的时候很辛苦的，可是做完的时候，我一个工作，我一个任务都成功了，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。所以是希望你能我帮侬都录看啥就可以毕业吧。所以不是，那老师，很多学生还没有交给我，过高面读，结婚了，啊，过高面读，啊，拜托，拜托，哈，啊，别买，啊。那个啊，所以老师上来叫他们不能。老师只考三门关系，老师的啥明年我就来密码，没快密码。比如说啊，比如的萝卜啊，那个什么扎是，所以老师扎也是有。老师微快他了，没有哎，录没有密码。那老师明天的作业呢？什么？明天的作业就是你们的名字要给我介绍一下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哪个什么姓？哪个什么什么的？哦，这样的嘛，东龙没写呀，东龙没写别嘛。哦，每个学生都有只有3个中文名字啊，就是这样。好，谢谢大家，今天辛苦大家了，谢谢，拜拜。